Yo, what up? It's RazorPop la. And welcome to RazorPop. I'm Shiting. Yes, and I'm Christina. And today is music day on RazorPop. So yes. We have radio DJ 一百点三的罗克明上来我们的节目. Yep. So now we're on the topic of copycats in the Asian pop scene today, and we asked the question, is copying a terrible crime, or are the stars simply paying a compliment to the person or a piece of work that inspires them? That's right. Mm. And we talked about the fashion copycats, and now we go on to music copycats. And our first example is going to be FIR. So let's take a look at who she copied from, or they copied from. Yeah, 我们来看看 FIR的这个音乐录像带。 你觉得是纯属巧合吗？那个片段完全一样耶。嗯，就是那个语言不一样就而已。对，他是原曲拿的重新编曲吗？还是完全没有 mention， 完全没有提到的？没有提到，所以就是一个网友把它拿出来，然后做一个比较，听起来那个音乐就是很像，它的音色很像。OK， 我在想，好音乐。 特别是原创的好音乐啦，现在是需要时间，需要灵感，需要很多背景的。那如果是在一个现在的这样的商业社会，很多人就是为了要赶快逼着你赶快出专辑，你一年之内，如果你的公司要求你，你一年之内必须要生这个东西出来的话，那如果你能够创作的出来，当然是件好事。当你创作不出来的时候，可能某一段旋律在你的心里面一直在回响，那这段旋律可能是你之前听过的一首歌，它就成为你自己的歌的一部分。 音乐比较相似吧，也是跟刚才的那个类似，对不对？是我自己其实我也曾经私底下我有自己玩写歌，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写了一首歌，我的那个旋律一直在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第二句就不一样了，后来我觉得很熟，五月天的天使是这样唱的，是有一点点了。 撞歌，真的撞歌，刚才是撞衫，真的撞歌。我们来看看 Alex Doe， 就是杜德伟的一首歌曲吧。无心伤害，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 可以，克敏，你会觉得如果他们就是拿了一大部分，就是另外一首歌的一大部分，他们是不是应该写，参考 Tony Rich， 或者是参考伊藤佑乃这样子，这样会比较公平一些。我觉得，因为是一大段耶，不是好像一句两句，或者是似曾相识那种感觉，是真的好像感觉是。 我超了你一段的那个音乐，对，就好像刚才我听到，不好意思啊，杜德伟，我觉得，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但是没有必要，因为音乐本来它就是给人来享受的，而不是给人带来纷争，或者是让人家来找它里面的毛病的。OK，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音乐人的话，你在那个乐坛这样久，你听这样多音乐，听不同国际的音乐，所以难免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就是你比较喜欢的，然后就留在你脑海里，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你之后的创作。我倒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所以我们下一个看的就是张雨生，然后看他的那首歌，应该叫做《后知后觉》，是一个很美丽的一首歌，然后听听它有。 跟哪一首歌有点类似？认真对我不计眼前。
stormy winds and the raging seas, the driving rain, it lashes my face. 我每次听到这个张雨生唱这首歌《后知后觉》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飘荡在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唱得很有那个灵气。嗯我不晓得，不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听说。因为我听张惠妹唱《后知后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好像在飘荡在另外一个空间的那种感觉。我是觉得，即使他抄袭，他也有他自己的风格。嗯你觉得呢？那这就是成功了。OK， 那我想知道的就是啊，你觉得在电台你播放这些所谓的被抄袭的歌曲，嗯，那个播送率或者是点播率会不会比较弱，或者是人家会打来说这个谁抄袭这个谁啊，我不喜欢听到这首歌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呢？未必、就几乎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对，因为还是一样，好音乐它就是受欢迎，而且众口难调，听音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音乐风格音乐类型很多种，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唱片，它可以在唱片行照样大卖，因为每个人他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所以如果这一类型的歌曲就是他很喜欢的话，他不会介意说这首歌的这一段跟那首歌的这一段很类似，他还是会照听，只要他编曲棒，只要他歌词让你很有共鸣，然后唱出来的歌声也能够感动到你的话，柯明能不能告诉我们在电台哪些所谓的抄袭歌曲很受欢迎？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个。对啊，这些这个其实这个在我心目当中不算是抄袭耶，他就是重新编曲，我觉得他就拿日文歌，张学友有很多首，夕阳醉了，然后就早期的很多歌，月半弯啊，每天爱你多一些，这些都是日文歌曲再过来的，而且他在编曲，他在那个原创那边，他都有写那个原曲的作曲人。所以那个不是抄袭了，对，而且 influence， 而且你一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它等于说就是一个捷径，让你对这首歌非常的很快就可以熟悉了。你一听到这首歌，哇，哎，对哦，是很熟 ，OK， 哦，张学友唱的，好，我去买。是 ，So as long as we copy with our own style in it, I guess it's great. Yep. Yo, what's up? It's RazorPop.